的能源配比里面有没有核电？现在就在用核电啊。新北议会总质询，民进党团上场聚焦核电，但侯友宜平扯中央，就是因为台三能源现在也有嘛。那为了这样两层也做不到啊，所以理想很丰富啊，现实却很骨感。的时候不可以给我们关麦克风。议员跟侯友宜唇枪舌战，麦克风却突然被关掉，立刻抗议。而面对核废料该往哪摆，消防局长李清安立刻靠过去打 pass。新北市再盖一个核电厂，你认为可以吗？没有核安，就没有核电。啊，中央也要有能力把核废料处理。你告诉我，核废料放哪里？台北目前有在选址吧？不停废核家园，但要不要一县市盖一小型核电厂？侯友宜不断跳针，又推给中央。连两岸局势每问一提，侯友宜也得先停顿三秒。这是委屈的和平，算不算和平？我们的和平一定是平等尊严的对待。有哪一个国家？你能不能回答一下？你说哪一个国家对我们国家有敌视？中国有没有对我们有没有敌意？只要对我们国家有没有敌意啦？当然了、啊，中国的敌意，侯友宜多次答非所问，最后才坦诚想备战2024总统大位，但侯友宜对两岸国际论述是否空洞，画面会说话。陈雪玲、林凯君、郑凯洲，请走。